各位小汽车观点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小汽。我们今天又来到台中了，台中天气非常的好。那今天来试驾的是 BMW 全新第三代的 X1 大改款的车型。那今天试驾呢是 S-Drive 20i 哦，汽油的主力车型。那我们都知道 X1 呢是 BMW 的 X 家族里面呢最入门的车系哦。那1999年的时候呢 ，BMW 推出了 X5， 那以 SAV 哦为号召，开拓了 BMW 呢在房车和跑车以外的市场。经过20多年呢 ，X 车系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完整的车系了。从今天试驾的 X1 一路到 X7 总共有7个不一样的车型啊，几乎和房车还有跑车的车型是一样的，所以也是目前 BMW 的这个品牌销售上的主力。第一代 X1 呢，原厂代号184，是在2009年的时候开始诞生的，但是那个时候推出的时候呢，是以 CUV 的定位来做产品的规划，所以我们发现它的车高比较低，其实并不算正统的 SUV。但是呢，在2015年，第二代，代号 F48 的 X1 上市开始呢，就开始朝向真正 SUV 的定位了。所以不仅长高了，整个外形看起来也和主流的 SUV 靠拢。好，那经过多年的销售之后，我们今天试驾这个第三代的车型呢，是在2022年6月1号的时候，德国原厂所发布的。那台湾呢是在2023年2月23号所上市发表的。好，那关于这台新车新在哪里的部分，因为它属于大改款的车型，所以算是内外全新的设计。那动力上这一次比较特别，除了有传统的汽油引擎之外，也推出了 X1 这一台纯电车款。那当然我们今天试驾的是燃油引擎的车型，不是电动车。那电动车后续呢，如果有机会，我们再会用最快的速度呢为大家来进行试驾。那这一次引进台湾的车型总共3个，两个油车，一个电车。那基本上全部外观都搭配 XI 的套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外观上呢其实没有太多的镀铬，大部分都是采用雾银，的这个金属处理。和上一代呢第二代相比的话，尺码是再放大了。目前的 X1 呢车长已经达到4.5米了，这个尺码呢已经到了欧洲 compact SUV 的水准，所以如果再大一点点的话，就会跟以往的体况比较接近了，所以这一次无论是尺码或者内部空间都有进一步再放大，这是和第二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在引进台湾市场的车型的部分，动力当然有一些变更。以我们今天试驾的燃油引擎来说的话，它统一配置的都是3缸1.5升的汽油涡轮增压引擎，和上一代2.0升的4缸引擎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引擎了。好，那当然在配备方面，这一次导入的车型呢比较简化，但是呢配备却下放了非常多，所以像是全车系呢有 X-Line 的套件不用另外再选。那另外像 LED 的智慧型头灯啊，皮质包覆的仪表台还有门饰板等等，这一些都会是标准配备。那当然还有像悬浮式的曲面双萤幕，还有像电动尾门啦，iDrive 8.0 ，新世代的车载系统，数位手机钥匙 2.0 ，等等，都会是它的标配啦，所以配备上也可以说算是相当的齐全。关于这台车的车型编程部分呢，引进台湾的车型目前有3个，那2个是燃油车，1个是纯电车。燃油车的话，入门是 S-Drive 18i， 那我们今天试驾呢是燃油的顶规版本，就是 S-Drive 的 20i 的车型。电车的话呢是 iX1 ，那 iX1 的价格的话是222万，总共3个不一样的车型规格。对照台湾的竞争对手来说的话，主要还是欧系的这些竞争对手，包含像 Mercedes-Benz 的 GLA，或者是奥迪的 Q3 ，还有像 Volvo 的 XC40，都是属于价位呢或者是尺码上比较接近的竞争对手。外观上呢，当然新世代 BMW 呢它的水箱护罩都很大，那 X1 不例外，但是 X1 的水箱护罩看起来呢，是还蛮协调的。那当然这一次标配 X-Line 的套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水箱护罩外框还有中间呢镀铬的部分都会变成是雾银的金属处理，那当然也包含了保险杆，两侧也是有雾银的处理。好，那在头灯的部分，头灯这一次无论
你买的是哪个等级，它都会标配LED 智慧型的头灯，会有自动光型变换的功能所以这部分呢，我想也是符合现在大家对豪华品牌的要求。轮圈的部分呢，它标配是2454R19的尺寸。铝圈的话呢，当然很多形式，你可以自己去做选择了哈。那最大可以升级到20寸的轮圈。那在叶子板的部分就会显得比较平凡一点。那车侧的话呢，也是会显得比较平整化。特别是现在的车门把边料车门把都回复到以前像136一样是平贴式的。当然呢，它的风阻表现呢，空气力学表现会比较优化一点。那在后照镜盖方面 ，X-Line 的车型会标配这种雾银的金属的处理，那搭配窗框和车顶架都是雾银的处理。那比较特别的是，在轮毂以及侧面的浪板侧裙的部分呢，都没有防刮材质了，都变成黑色亮面的钢琴烤漆。好，那在侧面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大的这个特色就是这一次 X1 它标配了数位手机钥匙 2.0 它基本上它不用拿出来再贴在门把上了你只要放在你的包包里头，或者是你放在你的口袋里头，靠近 1.5 公尺它就会自己解锁，那这也会相当的方便。好，现在我们来看到车尾，车尾当然还是延续着 BMW X 车系的一些造型的原则比如说尾灯比较立体化，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应该看得出是比较立体化的。那整个尾灯的话，它采用的是 LED 光带的形式其实和新世代的 BMW 也是比较接近的。那另外一个焦点就是在尾翼上面，尾翼上面这一次 X1 引进的车型都采用了比较大片式的尾翼所以看起来运动感会比较增强。保险杆的部分呢 ，X-Line 的套件我们可以看到，左右两侧除了有雾银的金属框饰之外呢，在中间下方呢也有这个类护板的一个处理。那当然，其他地方呢都是黑色镜面烤漆的处理这个就没有防刮材质了。好，那电动尾门的话，当然是标配打开之后，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容积其实相当的大原厂呢公布它的容积数字是540公升，其实如果对照同级车，比如说 GLA 的话，其实是大上不少，超过100公升这我想是非常有感的。那和上一代来比的话，也有将近40公升的增长对于小家庭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是还蛮有优势的。那其他设计方面，我们来看底板打开来之后，还有一个很大很平整的下方的空间。现在这个车搭载48伏轻油电，所以前面是它的锂电和电脑放置的位置，但是后方这里空间算是蛮大的，而且有直毛的处理，质感表现也没有问题。那照明灯的话呢，在右侧 LED 的，那右侧也有一个12伏的电源。那在左侧的话还有一个有置物网的置物空间。那后座椅背的话呢，它是采用424的分离折叠所以要载运长型物品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以行李箱的设计来说的话 ，X1 呢在同一车里面算是产品竞争力算还蛮强的。好，我们现在来看到是原厂选配的套件那原厂选配套件，当然大家都很想选的就是 M Sport 的套件。那 M Sport 的套件呢，它的售价是14.9万。那选了这个套件呢，就会有包含 M Sport 的外观包含轮圈，但是轮圈呢是19寸的轮圈，和原来是一样尺寸的。但是如果你要选20寸的话，就是一样选20寸的价钱那外观的话，主要是前保、后保、侧裙不太一样。那在后照镜盖上面呢，会变成是车身同色的后照镜盖，不像原来的 X-Line 的话会是雾银的后照镜盖那在窗框还有车顶行李架部分呢，都会是黑化的套件这都会含在这个 M Sport 的套件里头。那除了外观之外，如果选这个14.9万的 M Sport 套件呢，那在内装方面你的座椅材质呢也会从原来的 Sensatec 变成了中间是类麂皮的，那缝线的话会变成是 M Sport 的蓝色缝线。那在前座的方面呢，还会有三彩的这个条纹这个都是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也有 M Sport 的方向盘，那如果你是油车的话呢，就会变成有换挡拨片。好，当然现场这一台呢，除了 M Sport 之外呢，也有选配一些其他的套件比如说原厂的车顶行李架啦、横杆原厂的车顶行李箱还有车内一些小东西。那这个价钱的话，大家其实可以上官网去定制你的 BMW 里面，就都会有详细的价钱。
好，现在我们坐在第三代 X1 的内装啊。那这内装的话呢，有新时代变道的风格，质感提升，我觉得是一进来呢最主要第一个印象。那我再来介绍一下整个设计的风格，我们来看一下。当然进来之后视觉的焦点呢在于这整块曲面的荧幕。仪表板的话是 10.25 寸的，那中央车载系统呢是 10.7 寸的。那这个车载系统呢是 iDrive 8.0 的系统哦，所以无论它的界面操作流畅度呢其实都相当的高哦。那比较特别的是它的原厂导航里面也有 AR 实境哦，所以这个其实非常的好用。那再加上有无线的 Apple CarPlay 哦，所以用起来算是相当的方便的。 HUD 它的座动的面积非常大，而且也可以跟导航联动，显示的资讯呢非常的丰富，所以 HUD 呢其实是蛮推的。好，那再来我们来看方向盘的话呢，油车部分来说的话呢，它标配就是真源的方向盘，那方控的话呢操作非常的顺手，也是真皮的包覆，所以材质各方面没有问题，但是呢它没有换挡拨片，所以他们到一向强调的运动感呢，其实这看起来少了换挡拨片，会减弱一些，但是在质感方面我觉得是他这一次提升非常多的地方，以整个前座来看的话，大面积的木纹饰板，搭配金属材质的运用，而且呢仪表台，还有门饰板的上缘，它全部都标配 Sensatec 皮质包覆，所以以质感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同一车里面算表现名列前茅的，算是非常不错的。那中控台方面呢，我们可以来看手机无线充电设计的非常有意思，它是整个立起来的，而且有一个夹子可以把手机夹起来，那前面有开放式的杯架，不过很可惜没有夹紧的功能，这比较可惜。那左侧的话有两个 Type-C 的电源，那整个中控台中传部分是采用悬浮式的设计，这也是 BMW 现在新车呢很主流的设计。排档杆的话变成小小的拨杆，那有一些实体按键，比如说音响的开关以及音量的大小调整，那其他的话是虚拟的按键。但这台车没有手刹车了，停车直接打 P 档就可以了，这比较像电车的设计。那当然扶手部分呢还是可以打开，但是因为它悬浮式的，所以里面的容积就比较薄了，而且它只有做单面的开启。那再来我们来看到座椅的部分，座椅这一次呢都标配跑车型的座椅，所以肩部的包覆也不错，但是标准的皮质呢就是 Sensatec 合成皮椅啦，所以如果你要对质感有进一步要求的话，就要另外加价选配真皮的材质，但是基本上这个座椅呢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副驾呢和主驾全部都是8项的电动座椅，所以这部分也没有问题。那在主驾部分呢还有2组的记忆功能，那比较可惜的是这个座椅没有要靠调整了，但是基本上如果你是一般身材的话，这个座椅的包覆性还有舒适性是非常高的。那接着我们来看后座。好，我们现在坐到后座 X1 的第三代呢，后座它的轴距是 2692mm，对比上一代来说的话是长了 2.2 公分，那反映在空间上面的话，我觉得以它的车身尺码来说的话，后座空间是算很充裕的，无论是膝部空间或者是头部空间，特别是头部空间其实都算很宽裕。那当然和同级车一样，欧系豪华品牌的入门的 SUV 来说的话，中央都会有隆起，所以中间乘坐乘客的时候呢，可能脚呢要稍微打开一下了，但是如果乘坐两人的话其实相当舒适的。那这个座椅来说的话，座椅的坐垫长度是够的，那当然座椅材质是偏硬，但是基本上是一个舒适的空间。那在这一代的椅背上面呢，椅背可以用左右的拉绳，可以用左右的拉绳呢来做一些多段的椅背的角度的调整，那如果躺到最后的话，其实这个位置呢算是还蛮舒服的。那在其他设计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中央扶手的话有的，而且相当的宽，那里面也有置杯架，那这置杯架的话有一些夹紧的功能，这和前座不太一样，后面好像反而设计有夹紧的功能。那后座出风口的话有的，两个出风口可以独立的关闭，然后下面呢也有 Type-C 的充电的电源2个。那门板的部分呢，门板的部分材质跟前座就有点落差，前座这一次有皮革包覆，但是后座的话，上缘就会是硬质的塑料了，但是中段的部分
其实和前座是一样，都有皮革的包覆。那扶手的话呢，也是金属的处理。现在开上高速公路，我们来试一下这一套 BMW Personal Co-Pilot 的系统。那这一套系统呢，和以前相较的话，我就觉得平稳度高非常多，细腻度也高非常多。那特别是现在在 S-Drive 20i 以上呢，它会配置了一个叫做超车辅助系统。那这套系统使用上非常简单，像现在这个路况哦，我们想要超车的话，我们就打方向灯，打下去之后不要按到底，然后它就会侦测后面的来车。没有来车之后呢，它的方向盘那里就会出现箭头，然后方向盘就会微微的帮你带到车道里头。哦，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用哦。一般人没有人解说呢，应该不容易发现这个功能哦，因为它是靠方向盘的拨杆来控制。那控制的方式呢，就是打方向之后不要压到底，不要听到咔一声。哦，那边有一个定位点嘛，不要压到定位点，稍微往下压一点点，然后长按大概一两秒的时候呢，系统就会开始侦测，侦测后面没有来车之后呢，它就会协助你变换车道。那这台车规格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那这台车的话，采用的是直列三缸的涡轮增压汽油引擎，搭配48伏的轻油电系统，排气量呢1499cc， 最大马力呢是156匹哦，在4700转的时候产生。当然呢，48伏的系统呢，它可以额外的产生19匹的马力哦，在必要的时候。那最大扭力呢是24.5公斤米哦，在1500转的时候产生。那搭配的是7速的双离合器的自手排变速箱。好，这是它规格。那如果跟第二代的S-Drive 20i 相较的话呢，它的排气量大概是缩减了 500cc 左右啊。那最大马力呢，从178匹下降到156匹。但这样子改变之后呢，性能是比较退步一点点了哈。0到100加速的数字呢，从 7.6 秒减缓到 8.3 秒。但性能稍微缩减一点了，但是呢，它的油耗却每公升进步了1公里左右，所以节能这应该是环保的需求了。那相较于其他同级车的话，如果你对上宾士的 GLA200 的话呢， GLA200 马力数字会稍微大一点，但是反映在加速的数字上呢，不一定有这台车来得快。那 Q3 的话呢，很明显的 X1 如果跟 Q3 的 35TFSI来相比的话，性能上是有优势的。好，当然我想最大的疑问就是这个 S-Drive 20i 的性能到底够不够，因为光看规格表156匹感觉有点小，尤其比上一代的还来得小哦。那实际上开起来呢，我就觉得这个车还算蛮轻快的哦。虽然引擎是三缸，只有156匹 1.5 而已哦，但是呢，整个动力开起来我觉得衔接性算是还蛮不错的。那这一具变速箱来说的话，这个 DCT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起步的时候会不会抖，换挡衔接会不会顺呢？我觉得基本上是做的还不错，如果不要特别讲，除非你特别用心去体验，你当然可以知道说这是 DCT 的变速箱。但是呢，如果不要跟你讲，你就这样子顺顺的开，就会觉得说，这车确实还蛮顺畅的。BMW 最擅长的就是底盘的调教，所以操控性还有底盘的整个运动表现呢，是它最擅长的地方。那当然，这一台全新的 X1 呢，和同级竞争对手比较起来，这个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那虽然现在已经是正统的 SUV 了，但是呢，整个山路的表现呢，稳定度一定是非常够的，还是非常够的。无论是指向性和稳定性呢，其实在同级车里面都有很好的表现。那可以说这一具底盘呢，以它的动力来说的话，其实是游刃有余啦。应付这个动力，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这个底盘比这个动力呢高明太多了。那当然 S1 呢，真的开起来，我觉得各方面的表现都还算不错，但是还是有少数一些缺点啦，比如说高速的时候的轮噪是比较大的，但低速的时候其实是很安静的。我们可以参照画面。在市区的时候，隔音和引擎的整个声音的抑制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旦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话，胎噪可能就会比较大。还有另外几个设计上的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一代怠速熄火你没办法关掉了，
哦，你一定要放在运动模式里面，它才会强制取消掉。那再来就是 iDrive 8哦，我觉得有些东西要稍微适应一下哦，比如说很多的调整的界面，它会比较深层一点啦，所以路径上要比较熟悉一点。我想如果要买豪华品牌 SUV 的话，入门的 SUV 的话，当然这一台是必看啊。那当然我必须说明的就是这个车的价位跟 GLA 都属于在豪华品牌的入门 SUV 里面算稍微再高一些的，不像 US 来的这么低。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如果你是 US 消费者的话，不用看这个，因为这个价位是有很明显的差异的啦。那 US 消费者可以看看 SE40、那个如果 T2 的话价位就会很接近。那如果是看 GLA 的消费者，你必须要来看一下这一台。那我想世代不太一样，X1 的优势的话在于它世代更新，所以有很多体验我觉得都会比 GLA 来的稍微再新世代一些，这个是你试驾之后可以很明显感觉得出来的。好，那再来，如果你决定要买 X1 了，到底全车系哪一个车型最值？毋庸置疑 ，iX1 一定最值。为什么？你听我讲啊，因为售价上跟这一台 20i 呢只差10万，但其实 iX1 比较便宜哦。iX1 多的配备包含全景天窗，包含什么远端遥控启动啦，包含 M 的底盘，就是悬吊啊，还有转向的设定，光是天窗和 M 的底盘的调教就差12.8万了，才差10万块所以光比配备，其实 iX1 就比较便宜了，更不要说它的马力是这一台油车直接乘以2。如果你能够接受电车，当然首选是 iX1 但是如果你有考虑，就是充电的方便性，可能家里就只有要买这一台车，没有别的车的话，那当然你就只能考虑油车啦。油车跟电车的性能差异性还有 CP 值差异都蛮大的，那这个就要大家自己去衡量。好，以上就是今天试驾第三代的 X1 一些心得给大家参考。那你对这台车有什么看法吗？欢迎都利用底下留言跟我们和车友做双向的讨论我们这里的车友卧虎藏龙，你有什么问题呢都会有人来解答啦，而且留言通常会比影片更精彩啦，如果我有什么没讲到的欢迎底下留言补充那我是小七，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哦，这山路不错，四边道就是来试山路。虽然这是一台 SUV， 而且感觉这个车过弯真的是还算很犀利。虽然这是一部普通的 BMW， 就是入门车型，又没有 M 的悬吊，没有 M 的转向，但基本上山路还算很稳定。如果喜欢这种操控乐趣的话 ，S1 当然还是豪华品牌入门 SUV 的首选。我讲的是操控性，单性能的话这一代我觉得不太热血，就是很适合一般使用。其实，我比较期待 iX1， 然后 iX1 我那一天发表完我还特别带我家人去看了一下，那个车真的很超值，222万，不要比性能，光比配备就比 S-Drive 20i 还超值了，而且这个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昨天我做试车资料的功课的时候，我大概看了一下规格表，这个选电热椅22000，但是这个 iDrive 8里面它有订阅的功能吗？用订阅的只要14500，所以不要新车，如果你要选电热椅，不要在订单上选，直接买回来用订阅的比较便宜。